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杨墨水。这一期杨墨水要玩在 Steam 上面一个新出的游戏，叫做《永动之壳》。像他们介绍了非常多的很特别的一些游戏的背景历史，或者是游戏里面的一些专用词，但是玩家才刚刚开始，我才刚点了两分钟，我就要接受到这么多的资讯，其实还蛮不友善的。接着看到它游戏进行的方式非常的可爱哦，它是用很多 QTE 的指令下去的，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我以为会是非常的 RPG， 但是它虽然是 RPG Maker， 它却是有点像解谜的感觉。刚开始你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就东按按西按按，然后第一个任务呢，应该就是有人要进来你房间了，你要赶快把你的魔法书藏起来。那你到魔法书旁边呢，你就看到它有一些指令，就像以前的跳舞机一样，就按着相对应的按键，就可以把这个任务解开了。那当然解开的时候呢，它也有分一次完成的话呢，你就得到三颗星；那你失败一次呢，你完成的时候你就得到两颗星。那确切我也不知道这个完成三颗星、两颗星对于结局有没有影响。你收集到的线索呢，总共有七个线索，但是你不会每一个都收集到，你可能收集一二三五，这时候你要怎么得到四呢？这个游戏里有一个很酷的系统，就是它让你有一个融合线索的系统，你把线索一或是线索三，你把它融合在一起呢，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线索。好，那终于到最后要评分的时候了。那我先讲这个游戏我觉得得分最高的是它的画风，它的画风非常的漂亮， RPG Maker 的画风没什么没话说。它原本可以拿满分，但我觉得它在一些 cutscene， 它在一些转场的时候，它一些我不确定是因为游戏故意想要这样子的呈现嘛，它有些的画我觉得它并没有完全的画好，甚至在其中我记得有一幕是在城堡的时候，它甚至有可能 0.5 秒的一张图，它那张图跟这个游戏整个画风是完全不相干的。我觉得那里还蛮玩家其实都会注意到，那我觉得这个是他扣分的地方，所以画风我大概给他四颗星。游戏的配乐很可爱，他在细节的地方他都有配乐到走路的声音啊，或者是药水的声音，但是他也没有太多其他用到声音的场合嘛，所以我大概给他三颗星。游戏的深度非常的有创意，所以我也给它三颗星，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可以融合线索的这个功能，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。游戏故事我只给两颗星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故事没有很引人入胜，它也并没有非常的可歌可泣，甚至有一点太牵强跟连接不起来，所以我给它两颗星。我大概玩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我得到了三种不同的结局。这个游戏非常的短，基本上20分钟你就可以破完。的确在最后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故事有一点点怪，是因为这样子的，像这样子的游戏它其实并没有游戏的 gameplay 可言，它基本上它都是在吃它的游戏内容。那我觉得游戏内容对我而言有一点太牵强，他可能前一秒才讲到什么古老的魔法啦，什么月光的女神啊，可是他下一秒他就完全跳脱这个时空背景，然后讲到的是什么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抄你的功课，然后跟你追你的男朋友之类的，然后甚至他还讲到冬至。我觉得他跟时空背景有一点互相冲突，毕竟这是一个西方的画风，西方的角色他却提到的是东方的东西，或者是学校的东西，这个对我觉得有一点点太牵强了。最后一个项目是用心的程度，其实我给的是两颗星，因为我觉得标题英文字拼错，以及游戏简体没有翻成繁体，还有游戏起初给的资讯太多，并没有对玩家游玩上非常的友善，我都给两颗星。但是因为这游戏是免费的，而制作团队当然他也有花相当大的心思在这游戏里，所以最后还是给到他五颗星。综合以上五点，永动之壳 The Shell of Permafrost 拿到了 3.4 颗星的成绩。那谢谢大家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